那就对，主要是这两点，把这两点做明白了就稳稳，啊，所以说吧，真实最主要。干啥？我能知道啊？问问问。哎呦我今天有点被控制。没事，能理解对吧？美女谁不喜欢呢？是不是？对，我就喜欢美女。不是，钱梅，你今天真的不……呀，哎呀，有点贫血，不好意思，我出去整杯咖啡，补点糖啊。我吃点糖。不好意思啊，钱梅加油啊，我要加入。我打扮这么好看呢，也不是为了跟你吃饭，是为了我那些心动男嘉宾。几个心动男嘉宾啊？谁啊？挺多的，反正人家都到了。那不行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一个月都没有时间，因为法维有很多的事情，我必须要每一天每时每刻跟你在一起，把工作给对了，你哪儿也不能去。那我也觉得不行，今天我不用加班，而且我已经跟老陶说好了，你要是觉得有问题的话，你去找老陶说呀。那老陶没事儿，压我，我们慢慢聊是吧？反正我先香着嘛，要是一会儿老陶反悔了呢，你再来找我。2个小时，没准我就能已经找到我的心动男嘉宾了。